现在的结果，哎。今天早上的人已经全满了。没有，今天早上的我给你们看看现在这医院是什么状态了啊！已经看见了吗？这是医院里边啊，家里有孩子的能不出来千万别出来，这个事儿现在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要严重，知道吗？真的非常非常严重。看这里边，现在这是医院里边已经什么样了，看见了吗？看着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，我操，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了。